你应该还要想另外一面，好不好？当时我就10岁左右，我妈妈带着我，周边的邻居都看我不起了，还有人欺负我家。如果我从小我不够强势，我们家都没办法生存下去。你可以对外强悍，但是回家也为什么要强悍？我跟我妈之间有两点，一个干涉我的婚姻自由，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。第二个，百合网的首席情感专家周晓萍女士，你好。好，看阿姨在这儿哭得那么难受，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。妈妈抚养儿子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，而儿子好像完全理解不了妈妈这种内心。